凡是宝 VL235B 双光源智能台灯，在智能界网免费试用中，快来申请吧。前不久，国外媒体曝光了一组一加 7T 渲染图，外媒透露一加 7T 与一加电视将于9月26日发布。其中一加 7T 延续上一代水滴屏设计，屏幕尺寸约为 6.5 英寸，机身三维尺寸为 161.2×74.5×8.3 毫米， SIM 卡槽位于机身底部。核心配置上，一加 7T 将采用 AMOLED 显示屏，分辨率为 FHD 加，搭载高通骁龙855 Plus 旗舰平台，配备 8GB 内存加 256GB 存储，运行安卓 P 系统，后续会升级到安卓10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加 7T 相机将会升级至三摄，后置相机采用圆形阵列，三面摄像头处于同一水平线上，可能会加入超广角镜头，也可能是长焦镜头。之前一加创始人刘作虎就透露，一加电视将于9月份在印度率先亮相，因此不排除一加 7T 在9月份发布的可能。不过看到这个后置三摄，你们觉得可以吗？好了，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，更多有趣高端资讯只在智能界，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受众测频道免费收听新作品，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。